大家好，我是杰西，欢迎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5月18日的英文新闻。那台湾今天新冠肺炎的确诊数有降了一些，变成200多人了，非常好，请继续往下降。好，那今天一开始看点好消息。好， Ariana Grande，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她。好，最近比较有名的歌就是我知道的啦，是 Seven Rings， 那其他应该还有很有名的歌。好，她是美国的流行乐的歌手。Pop star Ariana Grande has married her fiancé, Dylan Gomate, in a tiny and intimate wedding. 好，她今天结婚了，跟她的未婚夫。Pop star, pop 是流行的，流行的巨星。好， Ariana Grande， 好，她自己说 Grande， 可是很多的人在叫她的时候都会叫她 Ariana Grande。好，她应该也没有那么在乎啦，我觉得，因为好像被介绍出来的时候大家就这样讲，也没看过他当场纠正别人过。好，那主持是他，对不对？主持是 Ariana Grande。 那 has married， 这边的话 marry 的话是结婚，对不对？好，他有娶跟嫁，这边是嫁，嫁给谁呢？嫁给他的未婚夫 fiancé， 就是未婚夫。他也是未这个字下面有好 fiancé， 这个一般法文的话这上面有一撇，然后两个一的话，多一个一的话是女生，那一个一是男生，不要弄错。念的时候念都一样，都念 fiancé。好，他的未婚夫是 Dylan Gomate， 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好，很大咖的那种的。所以他们好像是介绍他买房地产的时候认识的。然后他们结婚了，那个婚礼是怎么样呢 ？Tiny 小小的，上面有讲说没有超过20个人。好 ，intimate 亲密的。好，现在就是。不知道他们现在有没有限制人数，台湾是室内5人，室外10人以下，就是以上就禁止这样子。好， Pop star Ariana Grande has married her fiancé Dylan Gomate in a tiny and intimate wedding。 好，第一个 fiancé， 好， fiancé 刚刚有讲，好，一个一的话就是名词未婚夫，那 fiancé 两个一的话念法一样，是未婚妻，是女生的意思。好，再来第二个 tiny 是形容词，表示很小的。好，第三个是 intimate 形容词，表示很亲近的、亲密的意思。好，第二个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石头，好， a famous rock formation of the Galapagos Island known as Darwin's Arch has collapsed。 好，有名的石头，这个结构就是石头就是了。好，在这个叫 Galapagos 这个岛屿，这个叫科隆群岛或者叫哥加拉巴哥群岛。好，它是在南美的这个厄瓜多。好，在它就是这个岛的旁边这边。好，那有一个石头，这个石头 known as 被知道叫做什么呢？Darwin's Arch 叫做达尔文的拱门 has collapsed 倒塌了。好，这个岛屿的话它是以谁闻名呢？以达尔文，因为达尔文去到那个岛屿的时候，进化论那个达尔文，他进化论那个他就去到那边看到很多从来没见过的物种，然后就是所以眼见出他的进化论，所以他们这个就叫做达尔文拱门。好，但是呢坍塌了，原本是这样子的，上面这一块有没有看到？不见了，掉下来了。好 ，The Ecuadori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said it was due to nature erosion。好，这个厄瓜多环境部门呢就说了，说什么是这是名词子句，它是原因是因为怎么样 ？Due to 就是原因。因为怎么怎么样，后面加一个名词 ，nature 是自然的 ，erosion 的话是侵蚀，就是石头，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野柳，看过那个女王头，好，现在也是一样，不知道有没有一天那个头，我觉得应该是有可能，那个头越来越细了，可能也会掉下来，这样子跟那个一样，看到这个就想到女王头，我就介绍给大家一下。好 ，a famous rock formation of the Galapagos Islands known as Darwin's Arch has collapsed. The Ecuadoria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said it was due to natural erosion. 好，那个 formation
formation 名词结构，就是石头这样子，这个石头他们叫做石头的结构，中文不知道怎么翻，石群吗？石头群，是它也不是群，它就是一块石头这样子。好，它叫 formation。 第二个 arch 这个字可以记一下，拱门的意思。第三个 collapse 动词，倒塌坍塌，这个字当发生灾难的时候很常看到。好，第四个 Ecuadorian 形容词，厄瓜多的。好，厄瓜多是一个在南美的国家。第五个 Ministry 就是部，教育部，环境部的这个部。好，第六个 Erosion 名词，侵蚀，好，就是风沙啊、水啊这种侵蚀这样子。啊，下面这个琪琪看到觉得还蛮感叹，因为有报就是澳洲有一阵子不是禁止他的国人回去嘛，然后后来又被骂嘛，所以又说可以了。但是呢，在这当中呢，有人就不幸的身亡了。An Australian man has died of COVID in Delhi after getting infected around the time Australia banned citizens in India from returning home. 好，一个澳洲人，好，动词这边是 has died。好，原因是什么？我们用 die of。好 ，has died of 什么什么东西，在德里因为新冠肺炎死掉了。好 ，after getting infected， 这边 after 当介系词用，所以这个 getting infected 就是动词改成动名词。好，感染了。好 ，around the time 在那个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在什么时候呢？这边是一个子句 ，when 这个 around the time when Australia banned citizens。当澳洲人禁止了公民，在印度的公民回家，这个时候，好 ，around the time 这样子，所以就是他假如没有禁止公民回家，搞不好他能够回到澳洲得到比较好的医疗，可能就不会死掉了。好，这就是有这样子的意思出来。哎，人的命真的是好。An Australian man has died of COVID in Delhi.After getting infected around the time Australia banned citizens in India from returning home. 好，再来是看到这个呢，就是不可理喻的。最近在台湾呢，就很多人就不戴口罩，然后呢，还把人家便利商店店员打伤了，真是太过分了。好，被劝戴口罩的时候，然后就跟人家吵架。啊，本来该戴口罩，你就是该戴口罩，该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好，这个也是有点无理取闹的。这个 ，The wife of Belgium's ambassador to South Korea is exercising her diplomatic immunity to avoid charges for allegedly slapping a store assistant in April, police said Tuesday. 好，警方在礼拜二说了什么事情呢？老婆谁的老婆呢？比利时的大使 ambassador 大使啊，派驻到哪里？南韩。的比利时大使的使者，好 ，is exercising 就 exercise 这边指的不是运动，是使用运用，好，运用他的这个社交的豁免权 ，diplomatic 是社交的，好 ，immunity 是豁免权，好，外交官在驻派的国家都有豁免权，所以有些外交官或外交使者做了一些很机车的事情，就。另外好像这篇文章的最下面有讲到有一个就是好像有一个的老婆还是有一个使者也是一样，就是让一个女学生过失致死撞到然后让人家死亡了，然后就因为豁免权就不用被审判这样子，好，类似这样子的，这豁免权也是蛮伤脑筋的。好，这个他运用他的豁免权来干嘛呢？ Avoid charges， 好，避免掉控诉。什么样的控诉呢？ Allegedly 就是被指控的，怎么样呢？ Slapping， 好，打 slapping 就打，这边是打耳光的意思。打谁耳光呢？打一个那个店员 store assistant。 好，在四月的时候，好，杰西又很八卦的点进去看了一下详细的内容，就是这是一个服饰店的店员。那这个大使的老婆呢，就进去店里逛，然后逛逛之后呢，就好像有拿了，店员以为他拿了他们家的外套，觉得他偷了外套，但是后来看了一下标签，才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他的外套，然后就跟他道歉。
那个死者的老婆看名字好像有点像是中国人，但不确定，看名字有点像。然后就是店员说他跟他讲什么，然后他就是这个死者的老婆有讲了一些话，但是呢他听不懂，他用英文跟他讲，就跟他道歉，然后这个老婆就追上去就打了他一耳光这样子。网络上好像还有影片这样子。好，然后所以他就运用他的豁免权，但是这个外交官也有出来道歉啊。对，那但是店员说他是发影片道歉，好像还没有正式跟这个店员道歉这样子。好， The wife of Belgium's ambassador to South Korea is exercising her diplomatic immunity to avoid charges for allegedly slapping Seoul assistant in April, police said Tuesday. 好，刚刚突然想到，我看到那个名字，也不见得是中国人，也可能是台湾人，为什么呢？因为那名字有三个字。假如是中国人的话，可能是两个字，我们把它讲说，看起来名字看起来像是华人的名字就是了。好，就是拼字，因为他用那个拼音的方式，看起来像是华人的拼音的方式。好，不能特别讲，等一下这样子被讲歧视。好，昨天才讲到歧视，不可以随便歧视别人。好，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国家，我只是说名字看起来像华人的名字。好，回来第一个 ambassador 名词大使，第二个 exercise 动词运用，它通常是运动，对不对？它这边是运用使用。第三个 diplomatic 形容词外交的，假如你讲一个人是 diplomatic， 就表示这个人很圆滑，很有外交手腕的这样子。第四个 immunity 名词豁免权。第一个 charge 名词控告，它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这边当名词控告。allegedly 副词被指控的。第七个对不起 slap 打，就是打人家一巴掌那个打，用力的这样啪这样子。好，再来啊，今天居然看到五个，因为前面都很短，所以加一个这个华盛顿日报的。好， Amid the new CDC guidance that immunized people no longer need to wear face coverings in most situations, many people worry that masculines among them will not truly have been vaccinated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好， Amid 是介系词，这个字看到好几次，在什么什么当中。好，在 CDC 新的他们的疾管局的 guidance 就是他的指导，这边指的是他的建议啊。好，什么样的建议呢？后面是一个名词子句。好，建议了什么事情呢？ immunized 我刚念错了， immunized， 我卡好久。还有这个就是免疫的人，就是注射过疫苗的人，就是注射完成注射疫苗两剂的，或者是单剂的，已经完整注射过疫苗的人。好， immunized people 主词。好，不再需要 need 是动词，那前面加 no longer 就不再需要做什么事情呢？好，戴着脸部的 covering 就是覆遮盖物。好，意思就不用戴口罩，或者在美国他们戴各式各样的什么包巾啊什么的，他们不一定是戴口罩。好， face coverings in most situations， 在大部分的状况下都不用再戴了。好，室内也可以不用戴，也不用保持社交距离。然而怎么样呢？ many people 主词这边很多的人，动词担心 worry， 后面又加一个名词子句，这名词子句是说怎么样呢？ the magnets among them， 好，那些没有戴口罩的人，在他们当中，就是担心的这些人，就这口罩没有戴口罩的人当中呢 ，will not truly have been vaccinated， 不会真的有已经接受疫苗，接受什么样的疫苗呢？针对新冠肺炎的疫苗，就是说现在已经讲说可以不用戴口罩了，但是呢，不戴口罩的人，你怎么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戴过，真的打过疫苗还是没有呢？所以当然还是戴着的比较好，假如聪明的话。好， amid the new CDC guidance that immunized people no longer need to wear face coverings in most situations，
Many people worry that the maskless among them will not truly have been vaccinated against the coronavirus. 好，第一个 amid 介系词在什么当中？第二个 guidance 好，名词指导，这边就是他的建议这样。好，第三个 immunize 动词使免疫，那加上 d 那边就变形容词。第四个 covering 名词覆盖物，这边就指的是遮住这样的意思。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大家跟杰西一起收看英文新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跟杰西一样待在家已经待两天了，好，不知道还要待两个礼拜，大家一起加油吧。好，谢谢大家的收看，杰西有空的话可能今天比较忙，那这几天再多做一些有的没的的影片。好，谢谢收看了，拜拜。